没玩过完美世界，人生怎么称得上完美呢？这次官方非常有诚意的把经典端游移植到手机上，还请到了阿妹和顽童来代言。这么大的阵仗也在今天举办了记者会哦，想必现场一定非常的热闹吧。由爱玩天地代理的手游巨作《完美世界 M》于今日风光上线，并且举办了媒体记者会。除了有Showgirl提供试玩服务之外，这次超豪华的代言人阿妹以及顽童 NJ116 当然也要亲临现场。这次共同创作的歌曲《Better Days》也在现场播出，并且全球首度合体演唱。歌曲内容摆脱传统的游戏代言，阐述了对生命充满创作热忱的理念。代言人更在现场体验了游戏中的捏脸系统，极高的自由度自然出现了许多有趣造型，现场欢笑声不断。官方如此重金行销，自然是对游戏深具信心。多达60000平方公里的无接缝世界地图，相信能给玩家极致的游戏体验。游戏目前已经在手机双平台上市，现在创角就能获得自由之翼时装与好想铺的互动贴图。阔别13年的王者回归，你怎能错过呢？